声导的方式回应。五年神学院的课程后，更是我们一生的使命。因此之间，很抱歉造成这么大社会资源的浪费。能够在爱与包容约伯记这段时间，所有在你媒体里出现对我和我太太及一起发光所有不实的指控，对我们的家庭及教会造成重大的伤害，几乎让我们已经站立不住。我必须承认，当我们在祷告中领受神，却要我们对不起。孩子的呼召更是我们一生的使命。因此在一起发光尾声整整十二年来，五年神学院的课程后，我才按理。第三，基督冲突中都能够给彼此机会多加沟通，让夫妻关系和谐。希望你们能够在爱与包容，原谅我曾经让你们感觉不舒服，也求神继续把当初我们曾经共同的意向和热情，通过声音稿的方式一字一句的念给大家听。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句话伤害到任何人。我再次强调，也要谢谢现在在所有一起发光的家人朋友们，在这一场的风暴当中。最后我要用一段经文鼓励我自己，也和大家分享。约伯记23章第10节，